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太空中建立了一个卫星网络，通过对卫星轨道分布的合理化设计，用户在地球上任何一个位置都可以观测到至少三颗导航卫星，而且在任意具体时刻，卫星在空间中 XYZ 坐标是确定的。卫星和你的手机分别有一个时间表，通过卫星 A、 卫星 B 和卫星 C 发出以及手机接收到的导航信号时间差乘以电磁波的传播速度，可以测量出用户与卫星 A、 B、 C 的距离。现代人的生活离不开导航卫星，小到我们日常使用的导航软件、打车和外卖，大到交通、渔业和航空，都需要卫星导航系统提供跨区域的精准的位置和时间信息。另外，由于北斗特有的通信设计，用户还能通过卫星传输信息，即使在通信中断的灾区，也能第一时间发出求救信号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